天妃的痴痴都学不会这辟谷之术，会不会引起怀疑啊？不吃了，这是我认识你以来第一次听到你说不吃两个字，怎么着啊？为了做这个天妃，你还要借助口腹之欲不成？咱们以后啊，还是别跟什么旁的神仙闹了，回头又到天天那儿给我告状，有情又得给我收拾烂摊子。啊，那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有什么意思啊？ 在这破天方院，天天叠这个破玩意儿。神君，自打您昨晚从碧琼仙子的生辰宴回来后，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怎么了？公主说，日后要谨小慎微些。 公主如此懂事，神君应该高兴才是。谁要的懂事了？我爱的是她，根本不是什么贤良淑德的天妃。这琴棋书画、天规礼仪，根本就不是她喜欢的。她要是为了我，拗着性子，过得不快活，我又怎么高兴得起来呀？可由着公主的性子来，天界又会被闹得鸡犬不宁，到时候收拾烂摊子的还是您。您忘了上次公主跟三真仙师们聚赌，咱们是怎么收场的了？飞驰。 我去趟天帕院，你找个理由拖住广天。哎，我太难了吧。
烦呐、啊！这有钱什么时候能处理完公务？哼，瞧你这天飞当的，成天什么都不能吃，什么都不能玩，只能往这一坐，等着你的夫君回来，哪还有半点离光夜谈的风采？你回来啦。嗯。吉日。你真的在天怕院憋闷了半日？我不是怕被人发现吗？虽然说要谨慎，但是不用如此。嗯。